由于乌龟不存在声带这种结构，所以它是不会叫的。若是听到乌龟有发出声音，那一定是从呼吸道发出的。当气体通过呼吸道时，会有摩擦音，也就是我们听到的所谓叫声。而引起摩擦音增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乌龟感冒时呼吸道感染或肺炎，导致呼吸不畅时就会有喘鸣声，同时会有食欲精神不佳的情况出现。第二，某些品种在发情时会有喷气声，目的是为了求偶。第三，当它们交配时也会有喷气声。第四，当受到突然的惊扰以及紧张的时候也会有喷气声，是为了吓退侵袭它们的事物。当发现乌龟有声音出现时，主人最好密切观察乌龟的状态，看是否是疾病引起的。